年期间、连假期间都是各位最忙碌的时候，因为各位要持续不断的服务所有的乡亲，所以今天我们台铁工会张理事长率领大家提出了几项诉求，那我本人也是交通委员会的成员，刚刚大家有听到交通委员会的招委李坤泽委员针对我们台铁工会所提出的诉求有做了正面的回应，另外我们交通部的次长王国才次长也在这里，也会针对我们张理事长所代表大家辛苦的员工所提出的诉求来做正面的回应，让大家今天的辛苦啊，绝对不是白白跑了一趟。我们对于台铁员工的权益，尤其是在假日期间特别的辛苦、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东部的铁路碰到台风，风吹路断、土石流，大家却在第一线尽心尽力。我个人也提出了灾害防救法，来针对既有的危险津贴，我认为在台风过后应该要再加码给予补贴。所以未来几项诉求，美琴跟李坤泽委员跟钟宏绍委员会继续跟大家一起努力，来跟我们张理事长啊一起来促成交通部啊等各方对于我们台铁员工基本需要休息的时间、需要人力补足的时间、需要有的津贴啊，需要啊给大家更大的鼓励啊，美琴会跟大家站在一起，共同的来促成。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哎，兄弟姐妹，我们再一次感谢萧美琴委员对我们的支持。萧美琴委员，赞赞赞！萧美琴委员，赞赞赞！我们交通委员会的招委李坤泽委员以及萧美琴委员，在我们的陈情诉求、陈情看板上特别签名，表示全力支持。大家再一次的感谢李坤泽委员，李坤泽委员，萧美琴委员。现在我们好，我们特别感谢亲民党副秘书长，也就是我们的前委员刘文雄、刘委员、刘秘书长，也特别赶过来给我们加油打气。来，大家掌声鼓励，谢谢。张理事长，还有我们最美丽的，我们的委员，还有周委员，还有林委员，各位我们铁路工会的各位老朋友、新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很抱歉，我们亲民党的总召马上就到了，啊，到了，到了，到了，我请他先上台。哎，李鸿钧委员。是我们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期以来啊都在这里啊，来，我们欢迎他一下哈，谢谢谢谢谢李委员，赞赞赞！李鸿钧李委员，赞赞赞！哎，拍手，我要讲啥？哦，因为伊较好讲吼，我先讲，啊，不是嘛，我讲啥？伊讲啥，他不要讲，你知道吗？哎，各位好朋友，亲民党。每位委员，包括我们的党主席，都跟各位的关系非常之密切。从过去省政府时代到今天，我们始终认为各位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就像在我后面这位欧丽尚，欧丽尚，他居然刚才眼睛看着我说：“哎，我的刘一雄，你都一样，你到年纪大了。”其实啊，我们是。同时间的兄弟，
一样。那也很高兴看到他回头再来为大家服务。说实话，时代变化得很快，我们也不能够再以过去省政府时代来看各位铁路的弟兄，有很多应该为各位挽回来的、争取回来的，我们不应该再有任何的犹豫。尤其刚才看到三位民进党的立委在台上，我们还以为现在执政的是国民党，因为好像都是有民进党的来，亲民党的来。这可见大家都同一条心，希望为我们基层的劳工，把你们过去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全部争回来。所以今天我非常的高兴我们又跟各位见面，同时也很庆幸我们张文正理事长能够在一例一休之后非常有智慧的和各位工会干部和我们全省各地的这个干部兄弟们呢，能够立刻提出非常清楚而合理的要求。我们过去亲民党有一位不分区的委员叫林慧官，他就是铁路出身的，一样的情况，我们也曾经差一点点把站在我这后面的欧丽上来当做我们的不分区委员啊。不过不管怎么讲，大家的目标一致，希望为基层的劳工争取最大的权益，我们不去为枝枝节节的小事情在那边伤脑筋，但是为大原则，为铁路的继续发展，为我们个人的权益和家庭的发展，我们继续努力。同时也希望能够继续让我们的用路人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待遇。最后我不讲太多话，我过去的20几年几乎都是跟铁路的弟兄在一起，包括我这一次在选举的时候，曾明山立立斗意，啊，立立斗意，你叫我来，你有来我，哦，有来哈，我来了，刚靠近，啊，这是一退休啊。我必须说，过去20多年跟各位在一起，往后不管有多长的日子，不管在任何的地点、任何的职位，一定继续跟我们铁路工会在一起，请放心，亲民党一定为各位打拼加油，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刘文雄刘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李鸿基李委员为我们表示支持打气，谢谢。各位，我们所最敬爱的，我们的铁路的最基层，也是长期以来为咱打拼上认真上用心的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真的看到大家可以说非常的感动，尤其是台铁可以说跟亲民党长期以来可以说是感情最深的。刚才我们刘文雄副秘书长其实有提起为较早的林慧官跟现在的张文正理事长，可以说长期以来咱台铁有什么零头大小项的事情要我们处理要我们帮忙的，我们都已经站在各位的立场来处理各位的问题。咱台铁今天提出的四大诉求，特别是在营运奖金纳入本俸，我们的基层能力的补足，还有包括我们的年金改革，还有包括危险津贴，我们都有听到。特别是在我们的台铁，咱今麦咱的员工高达14788人，咱今麦严重的缺额，干那这8年哈，这八年，我们台铁退休的员工将近高达1/3。按过这8年，我们台铁的营运的成长，载客率增加了30%。所以为这个数字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台铁其实长期以来我们真的非常的人力的不足，尤其是
我们的汽车，我们的咱的黑车的驾驶，现在严重的缺额，现在短缺的将近有350个人。这不是国务院权力的问题，这所牵涉的是咱整个我们台铁大家如何让我们百姓能够有坐的安全、行的安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不管是执政党也好，在野党也好，所爱徛的立场、爱看的立场，是要看在我们整个我们全民百姓要如何来做我们台铁有好的舒适安全的问题。您各位，您所求的问题，除了您个人的你们的权益问题之外，更重要的，你们是站在我们的全民百姓有一个行的安全，有一个舒适的环境。你努力，大家讲对不对？对，对不对？对。所以这是合理的，这个要求是合理的。所以政府爱听着，政府更该用心来处理。我甲大家报告，我礼拜日欢迎，甲今仔日拄拄啊好16年。这16年，我都在交通委员会，较早拢跟阮老文雄行的啦。啊，伊比我较资深，所以伊拄啊讲的话，包括我今麦我讲的话，较早是安尼，今麦嘛是安尼，未来嘛同款。永远甲大家徛做位，大家讲好唔好？所以请放心，亲民党绝对无变。为咱长期咱大家互动的关系、交情的关系，包括咱各方面，另外我甲大家报告，徛在咱全民的百姓，我嘛应该爱做一件代志。所以请放心，我伫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恁的诉求，我绝对会徛在恁的立场，替恁来处理这个问题。好好来解决这个问题，请大家放心，大家讲好唔好？好。哦，阿丽姐辛苦大家，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多谢，谢谢。感谢李鸿基委员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交通部王国才市长的诚意了，他在下面等很久了，等接我们陈金书等很久了。我们也谢谢他代表部长以及院长的支持跟关心，我们等一下在各位面前会把我们的陈情书看板交给我们王国才正式，请他全力支持并且落实我们的四大诉求。各位，再把我们团结力喊出来！铁路工会，赞赞赞！铁路工会，赞赞赞！铁路工会，赞赞赞！好，我们现在把澄清看板交给王国才政治。啊，那这边先吵，这边这边。这边要下脚架啊！来，下脚架好不好？脚架啦！这边这边这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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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现在王市长已经接受我们理事长递交的陈情书，我们已经赢了。现场也来了一位我们国民党的徐祯惠徐委员，我们欢迎他来为我们打气，来，我们欢迎他。所有台铁的好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来自
徐正伟，今天我们花莲由我们将军发发哥也带了数百名的我们所有台铁的好朋友伙伴们来到我们台北，为了我们台铁的权益来争取。现在我们王国才、我们王正次已经接下了我们四点的要求，我们继续来监督，让我们的王部长以及我们的王国才、王正次以及交通部来正视我们权益，和我们一起为我们这个全国的疏运交通来努力。礼拜一，专委在我们交通委员会提出质询，秋节的时候的疏运，我们的台铁的伙伴们提出了抗议，也提出了静坐，但是交通部长以不要违反，也不要影响到全国大家行的权益，乱扣帽子。所以在这次的春节，政委也严正的提出，不可以再给我们台铁的所有的伙伴乱扣、违反以及危害到全国交通的畅通来乱扣帽子。所以我们要为大家的权益，大家一起来努力，好不好？好。感谢我们所有台铁的伙伴的辛苦，我们的道班人员的辛苦，我们的驾驶员的辛苦，我们所有的伙伴，无论是机务段、运务段，所有大家的努力，相信花莲、台东两县的乡亲们会非常感谢我们所有台铁的员工、台铁的伙伴。在这里，政委也谢谢我们大家一起为台湾交通以及我们全国铁路网的所有的伙伴们加油，也祝福大家。我们花莲的伙伴在哪里？谢谢大家，花莲喜后洲仔五营点点来，花莲的伙伴会热情的，这个跟我们所有的全国伙伴在一起，好不好？好，祝福大家，谢谢。台铁加油！台铁加油！权益的主管们要让他们了解，我们捍卫权益的
选区，好不好？好。来，再一次，原路方位，站站站，原路方位，站站站。来，指挥车要到对头后面的，后面的，指挥车到对头，来让开，让开，让指挥车先走，后面是旗队。后面旗队就不分队伍了，就直接就往前走就好了。我们再给我们徐正委员加油，徐正委员加油，谢谢你，谢谢你，感谢你。来，我们拜托一下，拜托一下，谢谢。战斗到底，上上。
好，音乐关起来，音乐关起来。来，我们向前。好，这个就好了，这样就好了，指挥车站就好了，指挥车站就好了。来，我们向前绑我们抗议布条，我们向前绑我们的抗议布条。来，我们的旗队先在旁边休息，旗队到旁边，我们去绑我们的抗议布条。谢谢。旗队到旁边休息。旗队可以收起来了，旗队可以收起来了。来，我们分会的同事来这边绑抗议布条，赶快。啊，接下来我们就带到绑完以后，我们就在东二门解散。好，东二门解散。终于找到你了。来，赶快向前，向前就去绑。纠察队，请往前。纠察队，请往前。纠察队，维持一下秩序。纠察队，来，赶快，后面的赶快过马路，绿灯了，快要绿灯了，来，赶快，我们绑一下布条，部队就带回东二门解散。那我们绑完布条，各分会就地解散。绑完布条，各分会就地解散。来，后面的赶快。带回去，带到东二门。哦，带到东二门。来，绑完了，请往我们的台北车站慢慢移动。我们的背心，我们的工具要收回来。来，赶快，后面的，加紧进来。来，绑完了，我们就往我们的台北车站移动，谢谢。来，把我们头上的抗议布条留在行政院门口。来，把我们的抗议布条留在行政院门口，同时也谢谢中正一分局所有的警察兄弟朋友，谢谢你们的辛苦，谢谢你们。我们把抗议布条留在行政院，我们把抗议。